好的，我们也来谈论这个问题。其实，在肇庆决定返屋终止的时候，讨论度就非常高，也非常幸运。最后，由我们福保悍将成为在今年第一指名的选手。那目前呢？那在你当时选上我们状元的心情是如何？可以跟大家分享吗？其实很开心，就是可以加入福保这个大家庭。是，很开心可以加入福保这个大家庭，欢迎你。那自己一直有在持续的训练，然后希望下半季可以顺利的、健康的完成一整个球季，然后希望福保可以拿到冠军。掌声鼓励！我们的队长的管理员爸爸抓投手球来为他接这样的一个开球，准备接你爸爸开球的心情是如何？跟大家分享好吗？很开心啊，因为小时候印象中小时候的话，会有跟我一起玩过棒球这样子，然后这一次是在正式的球场第一次看球，很开心见到爸爸球。其实我相信爸爸应该也非常以你为荣耀。那有什么爸爸来说的呢？爸爸，父亲节快乐！也祝全天下父亲节快乐！